跟你说，你听好了，不发财别回来了。嫁给你受够了，三天二九顿的，看见你都上火，楼王比你好得多。你快点去干活，发财了再找我。经过我多天的拼搏，今天我终于有财了，刚才在村口也发财了，老婆看到绝对开心的。回来了。